小妮儿真俊。这咱俩为什么都扛得过了？大姚我是马铁，今天坐标安徽阜阳花月酒店，接新媳妇去。哎呀，到点了。昨天晚上咋来到这里我都不知道，关键到床就是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。虽然说开了一个大床房，不过昨天一夜我比新郎还累嘞，凌晨五点还没睡着觉嘞。哎，接咱的小不乖去。刚准备走了，又想起来还有个吹喇叭的没拉嘞，这个要不到地方都管不。那年轻人还是年轻人，昨天你比我睡得还晚嘞，我估计。两点。真有劲儿。元气补满了一天，接着重要的任务，咱就行动起来了。昨天扎好的气球，经过一夜的洗礼，那抛弃的抛弃，烂的烂啊。一大早喝这个，总不能上面喝下面漏。你看人腾本的媳妇知道的多俊，关键这当的一个大老爷们撒一地狗粮都有点不地道了。咱说他甜蜜，俺也有，俺也能甜蜜。这大白天的也不能叫他跟他啃一个了，是不？回家再说吧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一趟回家，大娘给介绍的对象，直接拿下。哎，彩礼也没给够嘞，拿下。彩礼。只减两吨。虽然说咱没把车开过来，但是咱有专门的座驾。biu biu。还是狗了有屁，不过是550嘞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冰箱比我的大。我去，这个椅子得多少钱？太棒了，这个。估计停了也得有几天了，试试能不能一把住。哟，这是俺老爸的车，这个车开的那不要问了。哈哈，这车跟我那一样，纯纯是二个前进档的。他们挣不住的。哎呀，轻松拿捏。再说这个550的手动挡，咱是能拿捏的。你要给我个420的自动挡，我都不行。咱没开过。这俩要帅的很，帅的很。这样吧，人长得帅。哎呦，上您的那个吗？第一次结婚，紧张的家伙。是的，没有经验，我得教教他，是吧？给他笑一个。一笑给哭死的。我好像慢了半拍。上车，赶紧各位走。就这盘面，咱不得走群儿啊？这550的马力就是厉害，漂亮！再原谅一次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吧，咱一直都是开的460的，真不知道550一丢油门都嗷嗷的那个声音，使不完的劲儿根本就使不完，特别是在这掉头的时候，油门踩多一点你就得漂移。咱说，这不我还没开过瘾嘞，方向盘一摔，咱就来到了。都接我的方法去，走。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。兄弟们，就这点我必须得暂停一下子了，人家谁亲嘴跟拔火罐一样，你看看拜人摁的，哎呦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嘞。这小妮儿真俊。这咱俩为什么都扛得过了？再不让我不是我怕该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是别人用心托付在。新娘咱解走了，下一个项目是大桌。咱还是开董事长的车，坐亚洲，这一点我也喜欢。那我们来正说第一，咱就来个倒说的。嘉大叔了，真年轻。这一幕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环节，但是它还必须得有，因为它承载了每个年轻人的回忆。这一路走来是那么的坎坷不容易啊，也只有他俩知道吧。你先进吧。先生和宣誓欢女士的婚姻合法有效，最后也祝您俩啊，中爱一生，与人同心，幸福美满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新婚快乐！你们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？我快乐的时光才刚刚来。干饭，两条豆皮子，半个烤鸭腿，这个鱼头炖的正。如果下午不开车的话，自己搞底整个鱼头球。这多少餐票，居然还要弄下啊？这！我不要！我真不要。
哎，同样人太热情了。他俩肯定是不饿的，口水都喝半斤了。炸的肚皮饱。肘子，脚踩圆。肘子屁啊！太棒了，然后 KP 肉也热。就这吃不完，根本就吃不完。这是主持人送的，说咱是全场最有魅力的男人。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桌上最后一道菜了。俺家叫滚蛋味儿。我真满了，都吃饱了吧？这叫浪费。对，这叫浪费。哎呦我去！看那么一大口菜，对，看你选哪一个？这个吧，这个吧。我吃猫过敏。吃猫过敏。啊，桌子差不多。那个你溜达吧，你溜达吧。牙口，俺牙口不好，牙口不好。就这样，婚礼已经来到了尾声，咱跟兄弟们浅浅的道别吧。相遇就是一场缘分啊，真不知道下次见要到啥时候喽。珍惜，感谢了各位。同样的距离还是189公里，开始导航回家啊。兄弟们，从现在来说，咱这趟扶阳的任务也就算圆满完成了。这样的话，咱就可以回家了。这个不结婚，看着都累。这两天搁这边折腾的，属实有点疲倦了。不过最终的一切都是值的，圆满结束，两个人慢慢也走向幸福的生活，而且双方父母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。也祝他们幸福吧。这样的话，咱就回家。明天战斗起来，江浙沪连起来。再来一句，明儿见，回家泡杯茶，润润喉。再见再见，记得关注点赞支持我。